吴先生你好，我要采访一下你，就是请问你姓胡吗？啊，我姓胡啊。不是啊，我是问你姓胡吗？啊，我就跟你讲我姓胡的，不是怎样啊？啊，你看我的姓胡金吗？不是啊，我是问你幸不幸福，不是你姓什么，我是说幸不幸福，感觉幸福。啊，你讲我幸福，你是不要乱啦，小怕你啦，哈，苏阳，干。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欢迎来到三度九霄花第43集，43集，我是三度哟。OK，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，台湾真是热到爆炸，我的发，我马上出现了色差。好，大家在这种天气记得注意保冷啊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讲第一个笑话。有一天，女儿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要生日礼物，我要去割双眼皮。”哦，好了，明天去割双眼皮。这时候，一旁弟弟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也要割皮。”哦，好，明天去割包皮。有一天，四度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们今天学到了各国的货币耶。”哦，真假的？那我来考你一下啊、哦。美国钱叫什么？美金。那英国的钱叫什么？英金。印尼老师。有一天，一个草民过马路的时候被车碾过去，啪！这时候一旁土司笑说：“哈，草民酱。”这时候土司走着走着，不小心跌倒了，扑在了草莓身上。这时候三度在旁边说：“哈，草莓土司。”有三人在天堂的时候，上帝问他们三人说：“因为你们上辈子表现是特别好，所以我这辈子可以给你们一人一个愿望。”第一个人就说：“我想要吃不完的汉堡，我想要吃不完的汉堡，呀、yeah! ！”然后他跳下去了。第二个人就说：“我想要吃不完的甜点，我想要吃不完的甜点，呀、yeah! ！”那第二个人下去了。第三人心里想说：“我一定要说我要吃不完炸鸡，我一定要说我要吃不完炸鸡，我要吃不完炸鸡。”然后他这时候很开心就说：“我要吃不完的。”这时候他脚被绊倒了，他突然叫了一声 Holy shit！ Holy shit！ 于是他投胎成为皇宫里的一条狗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神圣之食啊！ Holy shit！ 有一天有个老猎人教新手猎人打猎，老猎人说：“其实啊，打猎很简单，你只要在一个山洞里面丢个石头进去，听到哦哦哦那种熊叫的声音的时候，拿出猎枪 ，bang bang 开两枪，这样就可以猎到熊啊！”新手听完马上说要去尝试。第二天老猎人看到新手猎人的时候，发现他全身抱伤还坐轮椅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就照你说的方法去打猎啊，然后我就变这样了。啊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打？我就跑到一个山洞，然后丢个石头进去，听到哦哦哦声音，然后我就拿猎枪开了两枪。对啊，方法没有错啊。哎、啊，你怎么会受伤？对啊，方法没有错啊。重点是、啊、开出来是火车啊。OK， 这一个压轴笑话。罗宾汉射箭非常的准，在森林里面，砰，跑出兔子，砰，兔子就死了；砰，跑出野狼，砰，野狼就死了；砰，跑出一只熊，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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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熊也死了。这时候他在打猎的时候遇到一只大猩猩，哇，哇，他一如往常拿出弓箭，砰，射过去，嗯，啊，砰，砰，哦。哇塞，这猩猩居然空手夺剑剑的啊！而且这时候罗宾汉身上一把剑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猩猩正在逼近了他，眼看他就要被猩猩给打死的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哇啊！于是那只猩猩就被自己的剑给戳死了。OK，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